本节目由老中网与牛角融媒体联合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 Sonia。我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吃在 Castro 区上面一间很有名的冰淇淋，它叫做 The Castro Fountain。 这间店呢通常会在就是我们旧金山每个六月的第四个礼拜天都会有同志大游行，但那个时候它就会有 Rainbow Cake， 但今天现在已经九月了，所以我们也吃不到，但是他们家的蛋糕跟冰淇淋都很有特色，那我们就继续吃给大家看吧。 Let's go。冰淇淋来啦，这个呢是那个 mocha cheese。我们来吃吃看吧。我先吃他们的这个饼干，因为这饼干也是我刚好看到他们现做，感觉就很好吃哎，烤的焦黄焦黄的。我要吃了。它有一点点咸咸的，然后不会太甜。然后我来吃这个冰淇淋。很摩卡，我觉得这个空配这个甜甜的冰淇淋吃起来就会比较松和，不会那么死甜。这个空还不错，而且它还真的有一点点咸咸的，我很少吃到外层是有一点咸咸的，有点像在吃海盐巧克力冰淇淋的那种感觉。再来呢，下一道是这个，下面这个呢是 gooey cake。软泡泡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把冰淇淋给剥起来的时候呢，剥起来它上面是这样，已经就是有点软软的，所以它叫做 gooey cake。 那我先来吃面包的部分，看一下，感觉它面包很扎实，柠檬蛋糕面包的感觉，它吃起来比较像面包，比较不像蛋糕。然后吃下它的冰淇淋，他们家特色，你有看到吗？这边还有 cheese 在里面。哦，好吃，很像那个草莓果酱，香香的。然后它这边还有 cheese 蛋糕在里面，然后还有 butter 啊。他们冰淇淋才是他们家的特色。然后今天很可惜，就是同志大游行呢，通常都是在每个六月的第四个星期天。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推出 Rainbow Cake， 但是现在已经九月了，就吃不到了。好啦，我们吃完这间冰淇淋店啊，我觉得这间冰淇淋店呢，它还蛮适合不喜欢吃太甜的人，因为它的饼皮是咸的，它甜的冰淇淋呢口味又很重，就可能比较适合重口味的人来吃。反正是一间很有特色的冰淇淋，跟一般冰淇淋店不太一样。那就是今天影片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留言跟我说你们还想看我吃什么。今天的购买，今天的购买。